黃綠色的玻璃點綴，不知道你們留不留意到呢，其實上面是有膠樽飲品包裝展示成的 Easter 字樣，好有心思啊。至於小朋友呢，就以客人版的造型呢，從來用彩色的彩虹來點綴成面舊毛巾的，然之後呢就用一些蛋撻的紙糖來做上面做個點綴，下面就吊住了一些膠樽造成的藝術品。其實呢，我走走走搖曳，其實非常之繽紛和有色彩的。多謝兩位。現在有請 Emma 上台示範色彩鮮豔的蛋糕裙。我們大家看看 Emma 身上面呢，條裙呢除了貼滿了不拘不得的圖案之外呢，還以染上了粉紅色和粉綠色的床單呢，做成一個鬢邊。而最特別之處呢，莫過於她坐衣後面的兩隻兔仔耳啦。她兔仔耳上面呢，有擁抱紙成碎方形的漸進式兔仔耳的層次的，盡顯不平凡。你看小朋友呢，他用一個彩虹的顏色，用長形的紙條製造一個好像燈籠形的彩衣，希望看上去更加舒服。特別之處就是他走的時候還有一些隆隆聲的，是什麼來的呢？就是裡面隨著然後就會有一些扭蛋，裡面有一些飾物的，活潑得來又有動感。麻煩你兩位。哇，至於看看志潤身上面的蛋形衫呢，哇，一看就覺得呢，原來哇，連水樽都可以這麼有用的，但他用了貼紙來成為衣服的上半部分。至於水樽裡面呢，就放了棉花，再用些舊絲來做襯托，非常之有型啊。來的這個小朋友呢，他就呢也都令我們對粒蛋其實有一個新的詮釋啦，因為他將整個蛋形呢就放在衣服裡，再加上他的蛋蛋形的帽蛋殼呢，就是掛了在他背脊後面啦，活靈活現展示在大家眼前啊。好，終於輪到 Ida 出場啦，等下 Ida 先。Ida 身上面咧運用了彩虹的顏色啦，結合咗用舊床單橙色咧，再加啲波波咧嚟做成一個裙身嘅。至於頭上面嗰頂帽咧，就係加咗刺子糖咧嚟做成框嘅。小朋友身穿的花花衫咧，就係用舊酒店嘅啊，唔舊酒店嘅舊毛巾拼湊在一起嘅，而且入面咧仲放咗舊枕頭添噶。好，輪到 Anson 出場啦。Anson 咧一身鐵甲人造型咧，演繹咗最新嘅環保時尚型扮裝啊。設計師先以呢個鐵絲做成支架，放滿咗咧彩色紙條同埋花嘅水樽咧，就係圍住成個身嘅。而佢頸部亦都用咗用舊聖誕裝飾咧改裝而成嘅頸圍，非常之有型啊！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埋小朋友咯噃。小朋友件衫咧個主題其實係皇冠啊，大家睇到嘛？咁咧呢個皇冠裝其實係用硬卡紙啦、鐵絲同埋棉花作為原材料嘅，加上鮮豔嘅皇冠同埋兔仔頭啊，仲有紙上咗嘅汽水罐嚟做裝飾，非常之搶鏡啊！等我同大家解釋一下 Kitty 身上面嘅彩衣啦。底層其實係用床單疊住咗綠色嘅波點，上層就採用咗刺子糖接駁而成嘅網狀，刺子糖上面就更加有心思啦，哇！更加有心思同埋七彩繽紛啊！嗱，至於小朋友嗰件咧，就係用咗粉紅色、粉紫色嘅紗網作為底層，上面就縫咗大大小小用床單包住棉花嘅公仔，上面咧係充滿咗顏色同埋好有表情嘅哈哈笑兔仔嚟噶，仲有復活蛋啦，同埋寫作的十個字，創意無限啊！再睇下志文身上呢件，哇！志文身上呢件超型啊，佢係用咗好多個汽水罐咧同埋包裝紙製成噶，仲有咧個飲筒咧齊齊嘅支架，你睇下志文睇上去幾醒神。至於小朋友咧，佢件衫就係用硬卡紙做成嘅，然之後用銀色嘅瓦通紙做成天使翼。你哋覺唔覺得小朋友呢件衫有冇少少似一隻動物仔咧？係咪天鵝嚟噶？定係鴨仔啊？你叫乜都好靚，係咪？仲有天使，好靚喎！唔該曬。結合到 Natalie 啦，睇下 Natalie 身上面咧嘅膠筒造型咧，你睇下佢個膠袋造型。其實側邊仲有啲刺子圍成一個裝飾品嘅喎，好有創意啊！而小朋友分上面咧就分兩部分嘅，上面咧仲係一個膠袋，下面咧就好似啲蛋都喺度跌緊落嚟咁樣啊，可愛到爆燈啊！到跟住咧就係 Prudence 同埋 Cindy 啦，你睇下 Prudence 嘅造型，其實佢係用床單舊床單染布而成嘅，用咗淺色嘅顏色，入面包咗棉花嘅膠口，你睇下佢圓咕碌咁樣噶。最特別之處就係佢個小手套同埋個煲呔啦，你睇下佢手袋入面仲有啲朱古力噶。
充滿咗童真咧。你睇下先點，其實佢仲犀利啊！佢入邊咧用咗汽水罐綁成圓形嘅輪廓啦，喺入邊，其實出邊咧就包住咗一啲舊嘅毛巾，用咗百家布精粹拼製而成，上面仲黐咗一啲好濕嘅字眼，大家轉，啲姐姐轉身睇下，其實係一個 Easter 嘅字眼嚟噶，幾可愛咧！我知道呢個龍呢其實就是在我們酒店的精英員工來的，其實包括了我們的康體部、宴會部、人事部、人才制劑的，其實我們除了這個豐富環保的概念 Travel Show 之外，其實我們在酒店驚喜會源源不絕，好像在我